村子里游得最好的孩子，我不怕。哎，陛下有旨，国之栋梁以勇冠三军为始，以保家卫国为本，参与殿选之士子与谷上混战，能留于谷面的最后三人可晋登接天庄，摘得头彩的视为一甲一名，其次一甲二名，再次一甲三名。开始。方大人，他眼看着就要跳下来了。既然上场，万事凭自己。大哥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过来救你啊！大哥，你啊！方兄，虽则混战也需兵法，你我联手先将众人击落，再在接天柱上一决高下如何？